天父的孩子，你都好吗？当瘟疫蔓延，无论是现今的武汉肺炎，或是过去的 SARS， 无论是各样的传染病毒肆虐，或是各样的疾病横行，你要知道，你在基督里，你是被保护的。你有诗篇九十一篇的保护应许，成为你的避难所。你必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，因为这灾必不临到你和你的家。当世界越来越邪恶黑暗，不法的事情增多，你要知道，神的光会显现照耀你。你有以赛亚书六十章的应许，成为你的坚固城。你会在黑暗的世代中兴起发光，耶和华的光要成为你永远的光，世人都要来救你所发出的亮光。耶稣说，若是我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我是香香牧师，现在我要和你一起祷告，为我们自己，为我们所爱的，为家人，为国家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我们要一起用诗篇九十一篇、以赛亚书六十章，以及圣经中神话语的众多应许，宣告上帝保护的大能要彰显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宣告，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，我们必会兴起发光。即便邪恶不法的事增多，即便瘟疫来袭，病毒蔓延，这灾都必不临到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已经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宣告，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堡垒，是我们的盾牌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所倚靠的，我们在他里面十分平安。耶和华必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陷阱和网罗，必救我们脱离一切致命的毒害和瘟疫。耶和华必用自己大能的翅膀护庇我们，在耶和华的看顾下，我们有完全的平安和健康。我们必不怕黑夜的危险或惊骇，也不用担忧白日的意外或攻击。我们必不怕黑夜横行的瘟疫，也不用担忧白日致命的病毒。我们站在坚固的应许之上，即便有千人在我们旁边遭殃，万人在我们周遭受害，这灾却不会临到我们，因为我们已将至高者当作居所，我们已经住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被称为义，祸患必不临到我们，灾害也不靠近我们的家，因为上帝要为我们吩咐天使们，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保护我们。我们若遭遇患难，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，搭救我们，把我们安置在高处，使我们尊贵，向我们显明救恩，使我们足享长寿。当黑暗遮盖大地，我们必会兴起发光，因为神的荣光照耀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光已经来到，万民要来靠近我们的光，君王要被我们的光吸引，列国的财宝
要进贡，恶人的财富要移转，在我们手中被神使用。我们被掳的儿女要归回，失去的产业要复得。我们有拯救为强援，我们有赞美为我们的门，我们有恩宠为我们的外袍，有耶和华保护我们，在应许之地的境内，不再有荒凉和毁坏，也没有邪恶和强暴。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，他在我们右边，我们必不动摇。耶和华保护我们出入平安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白日，太阳必不伤我们；夜间，月亮必不害我们。因耶和华要做我们永远的光，上帝是我们永远的荣耀，他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。谢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又为我们复活。谢谢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，使我们所有的罪得蒙赦免。谢谢耶稣住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，永远得救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宣告，我们已经住在基督里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我们必因信得生。谢谢天父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已经大大蒙福，深深被爱，备受恩宠了。谢谢天父爱我们，天父，我们也爱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